达美乐是一个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，始终标榜年轻时尚的国际披萨品牌。今天达美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数十家门店。为了配合公司连锁业务的增长，自2011年开始，我们就引入了其他云端品牌终端服务，但应用后发现实用性不强，以现有的易控系统、报表系统以及 IT 的后端管理系统的集成，没有像 Office 365那么理想。我们考虑到配合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，连锁分店网点的高速扩张，需要更安全、更优质、更稳定的 IT 部署，来保证多层次、多地域性的协作和应用。 Office 365的在线邮箱系统及跨平台终端硬件的支持，保证了我们的业务管理及日常协作更加的轻松、灵活、安全、高效和自由。同时Office 365的服务数据中心落地中国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微软对中国用户的坚定承诺和保障。就像不同的食材搭配出不同的披萨，达美乐与微软的合作就像是创造出了一款云味的披萨，在创造了一个高效、协作、轻松的工作环境的同时，也为我们的客人体会到了更加幸福、快乐的餐饮体验。现在的达美乐的整个业务流程非常的安全、高效、便捷、自由。可以说在 Office 365的支持下，达美乐不仅为客户奉上了更好吃的披萨，还能为顾客提供高效、周到、贴心的服务。我们希望用 Cloud 做出来的披萨能让更多人感到这种幸福和快乐。